我是刚刚才看到这个新闻啊，真的赶紧回去找这个微信群，一看果然这个群里面炸锅了啊，都在致敬，都在哀悼默哀啊。这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叫王明轩啊，王明轩59岁英年早逝啊。王明轩是这个电视人呢啊，从某种程度来讲我和他惺惺相惜啊，大家做的事情很类似啊。他原来是大连电视台的啊，出来以后在北京闯荡啊，各种这个传统媒体、新媒体、内容商啊，这个制作商、发行商啊，各种渠道都做过。然后他还写了一本书叫《消失的电视》啊，消亡的电视。我自己写的书叫《电视品牌战》啊，我积极一点，人家悲哀一点，但是在群里面他是相对比较活跃的，但是呢也往往是备受别人调侃的啊，因为他的观点很鲜明。但是呢最近两年呢他基本上不参与这些群里面的这种内斗了啊，不跟人拌嘴，不跟别人开玩笑了啊。结果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患上了癌症，胰腺癌非常迅速的夺去了他的生命。他留下了人生最后的这个朋友圈，就是向大家告别。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，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做一点事儿，为某个行业留一点印记，足够了。人生不过如此。